昆山科技大学创立于1965年，2018年起连续3年荣获教育部高教深耕计划补助。工程学院整合精密机电控制、人工智慧制造、绿色材料及 5G 通讯制造领域应用等相关技术。商业管理学院结合理论与实务，发展以管理实务应用为中心的研究目标。创意媒体学院重点发展数位内容、创意设计、互动多媒体与创意行销与管理四大方向，为富有地方特色创意媒体整合人才之教育中心。民生应用学院致力培育具主动热情服务精神、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能力，极具高度国际视野的民生应用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。本校师生团队囊括多项大奖，昆山人已成为杰出专业表现、顺利接轨国际、放眼全球的顶尖人才。